你最爱吃的煎蛋。哎，把消化不好，给我。怎么吃嘛它？哇！哎呀！来，这培根你也最爱吃的吧？怎么干活的呢？他这把年纪了，现在肠子都不好了，都不蠕动了，这怎么消化？你是不是害怕嘛？就早点走啊！可是我真的好饿。给我吃。这一生到底是图什么？哎呀，你这是变本加厉啊！都说了淀粉肠里面只有淀粉，老人家能吃吗？真是个外人，一点都不替爸着想的。哎，还好是被我发现了。行了行了，英子坐，爸自己搞个菜去。我整体好愧疚啊。做了两小时，爸还没吃的。你再来这一口。爸还没来呢。哎呀，你这搞这么一点怎么够呢？这馍也不够啊。我照顾爸照顾的累得很，我都没吃饱早上。那给没吃吧。放下，都放。哎呀，爸消化不好，再弄点生菜，你俩一起吃啊。爸，这生菜。别吃了，还生着呢。要不你先吃个黄瓜。吃点黄瓜消消食吧。这么大年纪了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。小姑子，要不给爸吃一个，就一个，就吃一个。你不纵容他？来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怎么生了这么个不孝的女儿？明明是自己想吃独食，还冠冕堂皇的说为我好。今天只能吃这一个啊。还好我儿媳妇懂事，知道我喜欢吃这玉米夹馍，这个馍真是老香了，加点肉加点菜和个汉堡一样，口感丰富，一口下去满满的谷物香，真是太喜欢吃了。确实越吃越有味道啊。嫂子这个农村人该说不说，还挺会弄吃的。再来加一个。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啊，口水都流了。西活了，我叫你。看着真的好好吃啊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它这个呀，松松软软的，而且玉米味很浓郁，真好吃。肯定很贵吧？哎，不贵不贵不贵。我给大伙儿也介绍一下啊，我女儿吃的这个馍啊，就是我手里拿这个，它这个是粗粮玉米夹馍，家里有老人呀、有小孩的，吃点这个特别好啊，健康又卫生，而且现在条件好了，大家大鱼大肉油腻的吃多了，来点这个粗粮也特别合适。你买回去之后啊，直接放冷冻里面就行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锅上蒸个5到8分钟，哎呀，给它蒸熟蒸透了就行。而且平常你不管单吃还是配点这个配菜，这个培根呀、还是土豆丝呀、扣肉呀，夹在一起当个中式小汉堡都特别特别香的啊。现在下单还有活动呢，这么一袋啊10来块钱就给你们包邮到家了，喜欢的哥哥姐姐们抓紧时间去下单啊。这么划算，多弄一点，我都没吃饱。都看我干嘛呀？吃点生菜呀，消化消化。都说了吃点生菜消化好了。吃，我们吃。哇，好呀，好呀，有好呀，你快找点干的。好，自私自利的家伙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独食，现在孝顺都不孝顺了。各位姐姐们，你们觉得我做的对的，给个小红心啊。哎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我的，我吃一个。你是不是欺负了你妹？快打他！我都听到了。没有，爸。都给你吃。爸的狡辩。行，你都吃，都是你的啊。爸，我面不够。面不够，这玩意给你，你吃。谢谢爸。
爸，我真的没有。那我吃什么呀？等等，少不了你。谢谢爸。哼，看见没？你始终是个外人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你这个农村人，好好伺候我们就行了。还不是毒死？你笑谷子这么这样啊？来，英子。哇，这么大、啊！这怎么样？烤乳猪。烤乳猪？去，回去吧。还真有。我吃啥？回来。那是鸡蛋。别给他，这小碗都给他。是吧？别吃吧，英子。你鸡蛋去。酸了又几单吃也很满足了。到底是农村人啊，鸡蛋一口一个可真吓人，看得我都饿了。胖了，胖了，真胖了。哎，那我凉一会儿再吃，先吃香蕉，你要不要？好菜，一子。你说。这几腿真响啊，今天也太开心了。牛味儿。果然好吃多了。这个素牛排好有嚼劲啊。香香辣辣，好爱这一口。加的有点过分了。怎么有一点？听到没？爸说他饿了，他想吃。这还有很多我昨天买的，大家一起吃吧。哎，这还有牛肉味的。对，他这每个口味都很好吃的，爸。光芒牛味，好吃。真是越吃越得劲啊。配面条老下饭啊。对，好下饭啊。还是儿媳妇会买啊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朱颖又犯了。哎，女儿，女儿，哎，那黄红的是200块钱吗？是不是我早上叫的？200块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哎，钱呢？就在这个洗衣机下面。没有啊，200块啊！是呀，没有。有。是爸看错了，不是爸看错了。看错了，狼眼昏花。就是看错了，管个什么事啊？等会你给我400。算了，还是安心吃素牛排吧。儿媳妇啊，这素牛排跟肉的口感差不多啊。而且吃起来香辣 Q 弹有嚼劲，关键还能拉稀呢，这么贵？不贵的爸，这个可划算了呢，都是我在下方小黄袋买的。哥哥姐姐们。给你们也介绍一下我们在吃的这个素牛排，它这个啊，你看每一片啊都是这样油滋滋的，而且啊是用东北的优质大豆制作而成的，一共啊有3种口味呢。现在啊下单还有活动啊，9块9到手30包，还包送到家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你们现在进我直播间还能领到一张优惠券，券后啊只用4块9，满满的30包还包送的，你们喜欢的话记得去拍一下啊。哎，多买一点。我平时洗脚上厕所我都得吃，给我。真是死性难改。哇，真有味啊。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。配点面条，配点米饭，连啥饭都。好吃到停不哈来。快点吃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真是个农村人都没吃过饭一样，这么一盆呢。爸妈，我吃了，我都饿了。吃吧吃吧吃吧。吃吧，哎，我就有点大烤鸭。烤鸭呢？烤鸭呢？是不是？烤！哎呀，烤！今天我看着你就来气。